直打不过我木姐姐和我姐夫，就想杀了我出气。朱师兄的实力，在我们兽魂一脉弟子中，好歹还在弟子之列。就这样挑战你目前精壮的薛子谦，有点欺负人了吧？难道老苏要步武侯的后尘，失去祖茔这个徒儿？你只需知道，你很快会死就行了。